居嘅。车入面之后就冇人再讲嘢啦。咁架车咧，首先喺大路嗰度行咗半个钟，最后就屈咗入条巷度，然后喺啲巷嗰度咧又开咗半个钟，最后停咗喺个祠堂隔篱。而祠堂后面就有一个院落噃，院落大门上面写住颜公馆几个大字。几个人落咗车之后，颜老师就带住佢哋行上去祠堂上面嗰条木桥度，过咗木桥嚟到正门口，佢嗰个侄仔咧揿咗门铃啦。过咗一阵，嗰栋门打开咯噃，一个中年嘅女人见到颜老师，好恭敬咁话：颜老师，你翻嚟啦！啊，系啊，系啦，呢位系秦道友，秦道友啊！呢度就系我喺华人买嘅宅啦，已经买咗40几年噶啦。不过我平时都系住喺酒泉入边嘅竹楼度嘅。一入去大院，秦月打咗突啦，然后佢担高头，好奇怪咁望实颜老师。咁而颜老师呢，亦都好似预咗佢会望自己咁，岌咗下头，秦月先至继续行入去。咁而坦克呢亦都觉得奇怪，佢打咗个冷震，因为呢栋门前面同埋门后面嘅温度竟然相差得太大啦。若然话外面嘅温度系暖粒粒嘅，咁呢个大院入面嘅温度就系冷冰冰嘅，冷到好似冰库一样。坦克呢个时候拗晒头啦，突然间有只手伸埋佢面前，秦宇话：贴住道符啦，将道符贴上身就唔会觉得冻噶啦。坦克接过张符箓，咁就将道符咧贴喺条腰度，咁果然好使个暖宝宝啊！一贴咧，就觉得周围嘅温度又变翻正常啦。秦宇话：这个院入面有个法阵，可以将成个院都笼罩住，控制住呢个院嘅温度，所以啱先你先至会觉得冻。其实一入到呢个院，佢就觉得呢个院嘅气场唔正常啦。嗱，正常人家嘅气场呢系平衡嘅、网状嘅，但系呢个院嘅气场就系向住某一个点聚集嘅，再加埋温度同外边相比差咁多噃，所以之前秦宇先至会好疑惑咁望一望颜老师。咁而颜老师岌头呢，即系话翻俾佢知，冇错，呢度确实系有阵法嘅。而颜老师见到秦宇嘅符箓，佢心谂：这个人果然系名不虚传啊！佢带住成班人兜过前院嘅井台，上到隔篱嘅二楼，嗰堂楼梯咧就木整嘅，踩上去咦咦诶诶。秦宇心谂：呢度嘅温度加埋木制嘅楼梯，如果用嚟拍鬼片嘅话，都几好噃，阴阴森森咁。咁不过见到颜老师揦埋口面，佢当然唔会喺呢个时候讲啲咁嘅嘢啦，系嘛？好啦，上到二楼啊，佢俾前边嗰栋门吸引住啦。嗰道房门呢系黑色嘅木门嚟嘅，而吸引住佢嘅就系木门上面嘅一幅八卦图。嗰幅系用紫檀雕刻而成嘅八卦图，秦宇可以感应到院落阴冷嘅气场。就是由呢幅八卦图嗰度散发出嚟㗎啦。亦即係话八卦图係成个院落阵法嘅阵眼。佢奇怪。法器？颜老师话：陈道友好眼力。这个确实係法器嚟㗎，係我家传之物。亦都只有八卦法器先至可以承担到聚阴阵嘅阵眼，不过我布阵就唔叻。这个阵法系当时请个朋友布嘅，到而家已经差唔多40年啦。见到呢个八卦法器咧，秦月当堂成个人认真起嚟。聚阴阵唔系为人设计嘅，
阴气咁重，普通人住喺呢度好容易出事㗎。哪怕秦宇自己亦都唔敢长住呢度。不过颜老师话俾佢知，呢个阵整咗差唔多40年啦。亦即係话佢嘅朋友喺最阴阵之下生活咗足足40年。咁佢究竟系咩病？秦宇问啦，你个朋友系咪喺入面啊？系啊，陈道友，跟我嚟啦！颜老师咪咗下嘴，将只手摆喺门把度，慢慢扭。嗰道门啊，慢慢打开啦。坦克见到入面嘅嘢啊，当堂碌大对眼，而秦宇呢，则系微微咁蒙起对眼。两个人见到房嘅正中间摆住一口红色嘅棺材啊，喺一栋木制楼房嘅院入面摆住一副红色嘅棺材，就算坦克咁样嘅硬汉都觉得背脊凉针针，更加咪话呢个院嘅感觉系既阴森又恐怖啦，比着一个细胆啲嘅人啊，见到副棺材啊，吓到尿都飙噶啦！咁而棺材底呢，系一个巨大嘅八卦图，直接涂喺地下嘅木板度。咁呢口棺材就系八卦图中心嘅嗰个点啦。秦宇成个人气势上升，佢话：聚阴阵，阴阳馆，颜老师，你到底有咩居心啊？颜老师话。陈老友唔好误会，你跟我入去睇，你就明白㗎啦。颜老师见到秦宇咁嘅反应啊，哩哩啦啦举手示意，喂，定啲嚟老友。而佢个样呢，家下就好真诚。佢哋两个就咁僵持住。咁最后颜老师冇计啦，唯有首先行入去呢间房度啦。佢行到去红色棺材面前，佢话：陈道友，等我打开口棺材，你就明白到底咩事㗎喇。讲完佢諗都唔諗，就双手去推棺材盖啦。而坦克呢，就眼都唔眨咁望实佢，若然有啲咩唔妥，佢肯定諗都唔諗就先下手为强嘅。嗰副棺材俾颜老师慢慢推开，啲咧嘅声音好刺耳。在这个阴暗的房入面，比着任何一个细胆的人估计一早就教脚的了。但是在场的三个人都不是普通人来的，他们的心理素质比普通人强得太多太多了。棺材终于被推开了，秦宇和坦克两个人大气都不敢透，认真地看。而颜老师的表情呢，似乎都很激动吧。佢块面微微咁喺处抽搐，奇怪啦！棺材入面摆住啲咩嘢？颜老师应该见过噶噃，做咩佢会咁激动呢？我哋留翻 下期继续讲啦。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嘅《超品上司》，作者九灯和善。由陈嘉琪播讲。第666章梅花九宿。棺材终于被推开了，秦宇和坦克两个人大气都不敢透，认真地看。而颜老师的表情呢，似乎都很激动吧，他块面微微地在说抽搐。红色的棺材被彻底推开了，棺材入面瞓着一个好后生的女人，她头顶插住钗嘅，身上着着一件旗袍，她块面有一阵淡淡的粉，仲化住淡淡的妆添。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女人身上是全无气息，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死人来的。秦宇话：无魂人。颜老师话：估唔到，陈道友都知道无魂人。
但系无魂人系天生嘅，白锦佢系后嚟变到咁嘅。后嚟变嘅，后天冇咗魂魄，咁样就唔算系无魂人噶啦噃。咪先，你系话你喺四五十年前，因为你个朋友嘅病去揾生之精魄，咁呢位系佢家下好奇怪啊！瞓喺棺材入面嗰个人，睇上去得廿几岁嘅啫噃，差唔多五十年啦。点解呢个女人个样冇变化嘅呢？颜老师苦笑咗一下，话：陈老友都估到啦，佢系我女朋友，佢细我两岁嘅咋，今年71嘅啦。颜老师啊，既然你女朋友唔系天生嘅无魂人，咁点解佢而家变成咁嘅呢？陈导游啊，我俾你睇样嘢再同你讲啊。讲完，佢将手伸入棺材度，然后做咗一个令人惊讶嘅动作。只见佢对手喺白锦膊头嗰度，然后将手伸入旗袍，将佢女朋友嘅旗袍呢向下一扯，扯咗落去，露出佢女朋友白如雪嘅肌肤。不过，秦宇同埋坦克两个人好快就好惊讶，因为喺白锦锁骨下面开始呢出现咗一朵花，嗰朵系黑色嘅梅花嚟嘅。一开始，秦宇仲以为系纹身呢，但系随住颜老师越扯越低，佢发现原来系一棵梅花树啊！呢棵梅花树就好似老树盘根咁，中横交错盘喺白锦嘅身上。绽放嘅梅花充满妖艳之色，靓到令人心寒。花开一枝，一共八朵。咁而喺白锦心口呢，仲有一朵系仲未绽放嘅黑色花冧。秦宇话：呢个系梅花九宿，而家已经花开八朵，而你八朵梅花吸收咗白锦所有嘅生机，而家得翻一朵未开嘅啫。如果呢一朵都开埋嘅话，白锦佢就冇机会醒翻噶啦。颜师傅嘅表情好痛苦啊，嗰对眼咧开始变红啦，仲有啲液体准备涌出嚟啦。差唔多五十年啦，佢就咁睇住自己嘅女朋友由一朵梅花开到八朵，由青春年少到而家已经系迟暮之年，人生有几多个五十年呢？听到颜师傅讲梅花九宿嘅时候，秦宇亦都有啲戚戚然。喺诸葛内经入面呢，有梅花九宿嘅记载，其实呢种唔系病嚟嘅，而系一种特殊嘅体质。只不过拥有呢种体质嘅人实在太少啦，一亿个人入面可能都冇一个嘅。梅花九宿，花开九朵，但系每一朵梅花嘅绽放都要吸收无尽嘅生机，花开得越妖艳，吸收嘅生机亦都越多。九朵花开之后，人嘅生机就会全部吸晒噶啦。一般嚟讲，拥有梅花九宿体质嘅人系好难活过27岁嘅。梅花三年开一朵，好多梅花九宿体质嘅人呢，就只系挨得过第一朵同埋第二朵，去到九岁嗰阵就会被吸尽生机。可以挨过一三之数嘅已经好少啦，可以挨过二三之数嘅更加系寥寥无几。至于可以挨过三三之数嘅呢，好多人真系听都未听过。颜老师话：陈导友，既然听讲过梅花九宿，咁就应该知道梅花九宿系三年开一朵嘅。
我识佢嘅时候已经系20岁啦，我都唔知道佢当时点挨过前面嗰六朵嘅，但系第七朵嘅时候，佢都系挨唔过，昏迷咗。好啦，原来呢件系咩事呢？颜老师开始讲，当佢发现自己女朋友系梅花九素体质嘅时候，亦即系喺白锦21岁生日嗰晚，佢庆祝完生日，就发现白锦嘅神色有啲苍白噃，讲嘢咧同以前亦都唔一样啦，讲嘅嘢好似交代身后事咁嘅。之后等白锦翻房休息，颜老师啊谂下谂下，硬系觉得有啲唔妥噃，咁于是打算就去问啦。但系敲佢房门敲咗好耐都冇人应，佢觉得唔对路噃，一脚就兜开咗房门啦。结果发现白锦好安静咁瞓喺床上面，对佢开门嘅动作一啲反应都冇，好似死咗咁嘅。颜老师于是哩哩啦啦行到去床前啦，发现白锦嘅面色好苍白，一啲人色都冇。佢伸手摇咗一摇，嗌咗几声，不过白锦依然系一啲反应都冇，将对眼眯到实一实嘅。佢知道出事啦，于是嗱嗱抱起白锦，但系一摸，发现白锦身上好冰冷，一啲体温都冇嘅。当佢掀起张被嘅时候，有封信由张被嗰度跌咗落嚟。呢封信系白锦留俾佢嘅。封信话，原来白锦知道自己挨唔过第七朵梅花，所以佢先写低呢封信，话咗俾颜老师知关于佢嘅事，佢嘅身世。而喺呢个之前呢，颜老师从来都冇听过白锦讲佢屋企人，就连佢系边度人呢，佢亦都唔知嘅。读完呢封信，佢知道乜嘢系梅花九素嘅体质。当佢检查白锦身体嘅时候，第九朵梅花就是开在白锦的肚那树，那朵是很妖艳的黑色梅花。而更加恐怖的是，当他见到这朵梅花的时候，那朵梅花在慢慢开紧，好像有魔力一样，吸引着颜老师全部的心神。等他反应过来，那朵梅花也都完全绽放了。在人的皮肤上面见到一朵梅花绽放，这种是一种很恐怖的感受。但是颜老师看的时候，就好像看了一件艺术品一样，那种感觉很奇怪，似乎梅花就是应该是这样绽放的。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是梅花九素这个体质之后，他就去查很多的资料，终于被他找到有关梅花九素体质的记载。他决定要想方法去救自己的女朋友，但是书上面就没有讲拥有梅花九素体质的人怎样才可以摆脱被梅花吸干的宿命。但是颜老师是玄学世家出身的嘛，他请教了家族里面一些老人家，终于被他想到一个方法了，就是找那些拥有巨大生机的天地珍宝，用这种天才珍宝来抵消被吸走的生机，而生之精魄就是其中一种了。所以颜老师去匀了很多地方，最后在怀仁这里被他知道酒泉的事。酒泉的神奇功能，吸引了他的好奇心。一番打听之后，他发现了酒泉里面就有他想找的其中一种天地珍宝生之精魄。咁而颜家同当时嘅总理亦都有啲关系嘅，所以颜老师就托总理俾佢留喺茅台，目的呢就係为咗得到生之精魄。不过佢郁闷嘅係咩嘢呢？就係佢虽然确定，酒泉下面有生之精魄，但係佢捉唔到呢。皆因古籍上面，关于生之精魄嘅记载好少㗎咋，讲得最多嘅都係佢嘅功效，对于怎样捉这样东西呢，一点记载都没有。所以颜老师一直在研究怎样捉，卒之被他想到方法了，而眼看着就快成功，但是就被秦宇冷手执个热毡堆。
讲到呢度，颜老师望住佢，咁搞到秦宇有啲唔好意思添。佢话：我明白啦，但系颜老师啊，我有个问题。既然白锦当时已经系绽放咗七朵梅花，点解而家先系第八朵嘅啦？咁系因为我俾白锦食咗一种好珍贵嘅宝物，加埋最阴阵嘅效果。你见到啦，呢、这个大丸其实系我专登为佢而买嘅，而呢副棺材就吸收咗所有嘅阴气，我延缓白锦嘅新陈代谢。我就用呢啲方法瞒天过海啊！秦宇听完之后就望住呢口棺材啦，好快佢就发现啦，呢副棺材唔简单噃。呢副棺材竟然系乌木打造嘅，乌木加埋聚阴阵，再加埋俾白锦食一啲可以延缓身体细胞增长嘅药物，确实系可以控制住佢嘅身体变化嘅。家下睇下白锦个样咧，就系最好嘅证明啦。好啦，咁之后佢又会点做呢？帮唔帮到颜老师手啊？我哋留翻 下期继续讲啦。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嘅《超品上司》，作者九灯和善，由陈嘉琪播讲。第667章交赢。乌木加埋聚阴阵，再加埋俾白锦食一啲可以延缓身体细胞增长嘅药物，确实系可以控制住佢嘅身体变化嘅。家下睇下白锦个样咧，就系最好嘅证明啦。秦宇话咧：颜老师啊，我可唔可以掂下啲梅花？陈老友，要小心啲啊！呢啲梅花好诡异嘅。秦宇好小心咁将手放喺梅花嘅花冧嗰度，佢先至明白颜老师所讲嘅诡异系咩意思。当手指掂到梅花嗰一瞬间，自己嘅生机疯狂向住手指嘅方向流走，嗰种感觉咧，好似被贪婪嘅怪物吞噬一样。而呢只怪物就系嗰朵黑色嘅梅花，而且接触到秦宇生机嗰刹那，梅花嘅颜色好似又有变化嘞噃，似乎变得更加深，而且啊，佢仲可以感受到呢朵梅花有啲兴奋添。呢种感觉太奇怪，吓到佢马上将手收翻翻嚟。呢朵梅花好似有生命咁样噶。颜老师话：秦道友，你应该感受到啦，系嘛？有阵时我都喺度谂，梅花系咪将白锦当成养料呢？如果等佢真系开咗九朵之后，会唔会就由白锦嘅身体入面出嚟，变成树妖啊？秦宇冇回答佢嘅问题，谂咗谂，然后问：颜老师啊，白锦佢系咪玄学界中人嚟噶？唔系，我识佢嘅时候，佢只系一个普通嘅女仔，甚至我都冇将我屋企嘅事话过俾佢知，因为嗰个年代，玄学喺普通人眼中唔系咩好嘢嚟噶。普通嘅女仔，秦宇望住佢，眼神有啲闪烁，但系佢就冇问。颜老师痛苦咁将个棺材盖慢慢冚翻埋，佢话：秦老友，我知道生之正白系无价嘅，但系佢对于我嚟讲真系好重要。你都见到啦，白锦如果想醒翻嘅话，唯一嘅办法就系令到九朵梅花全部绽放，而且唔可以吸收佢身体嘅生机，只有生之正白可以咁做㗎咋。
不过秦宇冇应承佢。嘉欣白锦俾佢嘅感觉好诡异，唔单止系佢身上嘅梅花，而且佢个人似乎都喺度隐藏住乜嘢秘密咁嘅。至起码佢绝对唔系一个普通女仔咁简单。秦宇望咗下颜老师，若然颜老师冇讲大话嘅话咧，咁呢件事可能系连颜老师都俾佢呃埋噶啦。颜老师话啦：，要陈道友就咁将生之正白转让俾我，确实有啲强人所难嘅，所以我愿意用走传嘅秘密同秦道友交换。关于走传，经过我几十年嚟嘅研究，发现咗一个惊天嘅秘密。走传下面有一条洋河。你话咩话？走传下面有洋河？秦宇成个人呕晒。过咗一阵，佢嘅表情变到好激动啊！颜老师话：冇错，就系洋河。四十几年前，我为咗捉住生之精白，一直密切留意走传嘅动态。有一晚，我发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茅台酒厂嗰三座酒船嘅上空，忽然间出现咗一条河嘅影，就系咁漂浮住。而展现出嚟嘅河水系五颜六色嘅，虽然只系短短嘅一瞬间，但系我永远都唔会唔记得。后嚟我查翻书，先至知道系洋河嘅倒影，倒喺高空度，呈七彩之色，河水斑斓，同书入面记载嘅洋河倒影一模一样。秦宇谂咗谂，然后话：洋河深于九幽之地，其处之深不可知，非人力所能到达。每五十年显现一次，非大机缘者不可得。嗱，呢个呢就系玄学界关于洋河嘅描述啦。玄学界嗰啲人认为啊，洋河系九幽入面嘅嘢，正所谓物极必反。洋河系生机之河，只有九幽呢种冇任何生机嘅空间，先至会有洋河出现。但系到底真实嘅情况系咪咁呢？就冇人知啦。呢啲只不过系玄学界中人嘅猜测嚟啫。而秦宇点解会咁激动呢？唔系因为佢自己吧，而系佢脑海当中响起咗白起嘅声音啊！白起话：同佢换，将生之正魄俾佢，叫佢话俾你知。上次洋河出现嘅时间同埋地点对你有益处啊。估唔到你条僆仔咁好彩，怪唔知佢会揀你啦。最后一句说话呢，秦宇听得唔清楚㗎啦，嘉欣白起把声越讲越细声。但係佢知道白起唔会阴自己嘅。至起码而家唔会啦。秦宇话啦：颜老师，我同你换啦，但系你要话俾我知洋河出现嘅时间同埋地点。佢其实都奇怪嘅，嗱，虽然相传呢洋河系五十年显现一次，但系出现嘅地点就同上次会有啲唔同嘅，而且只不过短短一瞬间嘅倒影，点样凭借呢个揾到洋河呢？咁不过白起既然咁讲啦，咁肯定有计㗎啦。相比起洋河，生之正魄确实嘅价值呢係要差啲。而且佢估下呢个生之正魄应该係由洋河嗰度走出嚟嘅。洋河号称星级之河，可以孕育出生之正魄呢亦都好正常。秦宇喺个袋度攞咗玉盒出嚟。颜老师呢个时候好激动啊，佢话：好，我话俾你知啊，洋河系46年前
12月初五嘅时候出现嘅。而地点，其实地点系喺茅台酒厂同埋渠河酒厂之间，而唔系喺酒泉上方嘅。到时我带巡道入去现场睇就知道噶啦。哈，原来颜老师咧都防咗佢一手。不过呢啲嘢可以理解嘅，系嘛？因为对方都未完全应承。咁你若然将所有嘢爆晒出嚟嘅话，仲边有交换价值啊？好啦，秦宇将个玉盒递俾颜老师，颜老师好激动，佢将上边嘅符箓搣走，一打开玉盒，一团光芒由玉盒入边射出嚟，为呢间阴冷嘅房增加咗一丝嘅生机。颜老师好开心啊，两行眼泪马上就流落嚟啦。等咗50年，追寻咗大半世，就是为咗眼前呢个盒入面嘅生之精魄。而家到咗迟暮之年，但是佢依然控制唔到自己内心嘅情绪。佢自言自语咁话：阿根啊，你等我，有咗生之精魄，我就可以等你醒翻噶啦。秦宇都喺度感叹：唉，颜老师真系辛苦啦。咁，但系佢脑海当中又听到白起把声啦。白起话：白痴，梅花九数，边系咁简单嘅事？棺材入面呢个女仔唔简单，可以挨过七朵梅花嘅人，就算喺我嗰个年代，亦都唔多见。佢讲到呢度就冇出声啦。阿秦宇奇怪啦噃，哇！你系咪搞事啊？讲讲下又唔讲，即系点啊？陈嘉琪咁啊，留待下期再讲啊。咁但系咧，佢当住颜老师同埋坦克嘅面咧，佢亦都唔可以问。嘉欣咧，佢就唔似小狗啊嘛，系嘛？小狗同自己心灵相通，咁自己谂啲乜嘢，小狗都知嘅。但系白起唔系啊，要问白起嘢咧，一定要开声嘅咁。好啦。颜老师对住秦宇岌咗下头，佢话：陈导游，请你等一等啦。然后佢个样变到好严肃，再次将棺材盖推开。佢一只手将白紧嘅嘴唇捻开，另外一只手呢就将个玉盒打开，将佢摆咗喺嘴唇边啊。当玉盒放到佢嘴唇嘅时候，白紧身上嘅梅花喐啦噃。俾秦宇只手摆上去嘅时候，那个变化更加激烈啊！唔单止成棵梅花树嘅颜色变到好深，而且咧，好似有生命咁嘅。嗰八朵已经绽放嘅梅花微微咁转动，而唯一嘅花冧咧，都开始慢慢向住白紧嘅锁骨爬上去啦。秦宇心谂，终于要开始。相比起秦宇嘅冷静咧，颜老师嘅神情就激动得多。佢话：白根，你一定要加油啊！佢嘅拳头揸到实一实，眼都唔眨咁望住最后一个花冧。呢、这个花冧可唔可以开呢？就意味住白根挨唔挨得过啦。第九朵花终于绽放，佢哋三个人见到神奇嘅一幕。一朵梅花在人的皮肤上面慢慢打开，就好像一件艺术品咁，同那八朵梅花交相辉映。如果被艺术家见到，他们一定会好惊叹，这九朵梅花是几咁全神，真到就好像要突破肌肤离体而出一样。冇任何一个艺术家可以画出咁全神的梅花的。咁究竟？生之精魄是不是又真的可以帮到白锦呢？我们留下下期继续讲。